现在这个连接线是在烧穿模式下，将烧穿输出线插入这个孔拧紧，线是到那个我们试验大厅那个 C 项，红的加向心，黑的加凯装，凯装接地。右边这个接地柱良好接地，放电棒提前连好，电线插好，检查电线之后保持安全之后通电。一开始电线有点跳，等它稳定之后机停是没拧起来。嘎通质量还是升压，有电压，有电压没电流。烧穿模式下也可以做内压，60千伏，500毫弹做内压，但是就相比较直高发，就是没有过载。电压我们实验室电压不用说太高，升到一定电压目标电压之后，时间得到之后没啥电流，就可以停了，急停断电。减小，这是电缆不长，不到200米，160到170米，它电放快。弄完之后就去放电，先通过插在中间部分，通过这段电子给你放电，插进去。电阻放一段电之后，将这个电头插入顶端，直接对大体放电，配合这个电压表。电压表，电压为零，基本是放电为零。